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魅力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永和的星巴克，在彼岸广场的旁边。好，那一样要扫码。好，相信世界各地的星巴克都差不多。啊，琳琅满目的商品。啊，蛋糕很多种。啊，很久没有来。啊，这有一种新的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些小甜点可以选择，有蛋卷跟糖果。好，再换我们那不用哈。啊，甜度最低的甜度就好了。最低的甜度。最低吗？嗯。也可以做正常啊。哪一杯？小杯的正常。正常的正常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旁边这边有很多这很可爱的小饰品。然后这边就是有容量的大小。然后这个。叮叮，啊，免费玩呢，啊。好，那我知道有很多星巴克的粉丝喜欢收集杯子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台湾款的，哦，很漂亮啊，哦，这个是星座的，这是我的星座的射手座啊。好，这个是 M 嫂双鱼座，刚好我的跟她都有。这还有猫咪的，很可爱。满满的人潮，然后人超多的，好，那有这个买一送一，所以变成客人超级多的，好，就让 N 嫂拿过来啊，好，来中奖幸运，好，那就喝喝看啊，好不好喝？是不是很开心？嗯，还不错嘛，嗯，好，好，那换我喝喝看。哦，感觉比较浓郁，没有糖啊。嗯，浓郁啊，我说这饮料比较浓郁，然后抹茶风味，嗯，还不错了。里面有鲜果，鲜果，那叫什么？杏仁，杏仁果粒，嗯嗯，好，还不错啊。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喝喝看，你觉得几分？好喝哎，好喝。喜欢，这个满分，那满分了，啊，好，那我觉得是90了，还可以啊，不错，嗯，买一送一加蛮划算的，可以各位朋友来喝喝看啊。好，今天是初四嘛，嗯，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新春快乐啊，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哦，还有这个杏仁果粒，觉得这样子香香的杏仁果粒啦，啊，跟抹茶。好，就这样啊，这样还算赚到了啊，2杯160，这样算摊丢啦，哦，抹茶大，好，好 ，OK，哦，还好我们有比较早来，现在满满的都是人。好，再是这个彼岸广场的这个美食街，很久没有来逛了。聚光香香鸡，好，那激光香香鸡在台湾也是非常有名的牌子啊。啊，这个点的好像是鸡皮，大鸡皮。
再來就稍微逛一下啊，这边是洋食屋。还有一个秀朗排骨，秀朗卤排骨吗？哈哈。好。OK。好，菜单在这边呢。好，再来是皇厨一品牛排。哦，这上次有吃过了，但是不太便宜啊。好，这个飞机河粉，飞机粉也是非常有名。好，现在这个飞机河粉在很多百货公司都有品牌。好，那过年的时候可以吃铁板烧，就是蛮幸福的。好，那这个是霓虹拉面啊，花月兰啊，这个上次也有吃过，其实这个在华纳威秀也有了。好，就这样扫过去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他们的菜单。好，那现在用餐区的话都变这样子一格一格的。好，那个这个是寿喜烧吃到饱，这个我们也蛮喜欢来吃。好，那这个是寿喜入口的地方，然后有寿喜烧、番茄鲜蔬锅、蒜锅、和风腥味锅、和风腥味蒸锅、盐味豚骨锅。好，这开饭食堂也蛮有名的。好，那就是开饭食堂入口的地方。好，不过菜单可能要暂停键，应该蛮小的啦。好，在这个彩绘灯笼还蛮漂亮的。好，很漂亮啊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理发厅。好，这个面包店我从小就有吃了，那个在老搜狗就有。这个牌子啊，啊，这伯乐家很可爱啊。哦，今天这个就等于是有点是在百货逛街给各位朋友看。好，那各式各样的面包。好，现在是草莓季啊。草莓。哦，燕嫂最喜欢吃面包了，她这样就失心疯了。好，那燕嫂结账，我就不吃了。好，那再逛一下啊。好，等一下再看燕嫂她想不想吃这个，她说她想吃。只是都不便宜啊，哈哈哈。要是他应该会比较喜欢吃韩式的啊。啊，这个雨季杏仁之前在乐华夜市有，他们的那个杏仁冰很好吃。哦，他们那个雪花冰很好吃，但是也是不便宜。啊，还有一些新的牌子。啊，这个应该也算是面包类的，面包蛋糕。这家叫乐本田。哦，最近好像蛮流行这种这个草莓鲜奶酪啊。对。哎，好。我今天买的。哦，是。好吃哦。好，那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哎。哦，那甜点还有很多种可以参考啊。好，那最后就随意的走一走啊。好，那 N 嫂就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然后要多多支持我们频道。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。嗯，对不对？对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嘿嘿，还没讲啊！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大赚钱哦！大赚钱哦！用韩文讲。韩文讲。
不会讲。韩文新年快乐怎么讲？啊？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。好，那就谢谢烟草了、哦。那就祝各位朋友啊，好，好，那再来就最后是这个灯笼。好，那就是这个等于是彼岸广场的走景。好，拜拜。